今天要做的是健康黑米三色藜麦寿司。黑米不是紫米哦，紫米是糯米，黑米是黑色的糙米，然后三色藜麦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所以说这是健康的黑米三色藜麦寿司哦。首先把黑米铺在海苔上，海苔粗糙面朝上，然后铺好之后上面留三公分，然后再开始放加上想要包的料。然后首先是这个海苔香松均匀撒在这个饭上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尾鱼，把料铺在饭的中间，再放小黄瓜一条，再放红萝卜，这边不煮的部分再拿短的红萝卜，这样子补足。再放上苹果，再放上蛋丝，太长就把它弄断。再放上火鸡火腿片，然后就可以卷起来，利用这个卷帘把它卷起来。压紧，最后在这个卡口处沾一些开水，把它粘好，把海苔粘好。这样就可以完成咯。好。